今天老公回来了，给我带了一只奥龙，呵呵，奥龙，这个三斤多，哇，这大肉肥不肥？哇，喜欢的老铁对着奥龙点一下好不好？大奥龙，蘸点蒜蓉调料。太香了，那是啥肉？老婆，你又忘了吧？这个才是你的调料。我的天哪！赵龙都躲不过辣椒。铁子，给我来个双击吧。我太难了，大龙虾又来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大一个虾饼，啃它、好虾配好牙口、撕不出来了，蘸点汤。太过瘾了，上面有虾黄，大了，我用这个大爱心换你们手上的一个小红心，你们换不换？这么大的一个虾，两斤一个的老虎虾，把头给它摘了啊！里面的虾肉，这么多的肉啊，你们饿不饿？我是饿了。饿的给个小红心。太过瘾了。今天打着灯笼跟大家要小红心啊。哇，来三个大爆头，来上辣椒面啊。一定要浓浓的啊！来，不够！我的天哪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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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再来点！还要啊！天哪，老铁，我一口啊，给它焖下去，焖得下去，一定要给我个双击，三个小灯泡。咱们俩来个撸尼罗比赛，如果谁输的话，谁就洗一个月臭袜子。老婆，我要靠实力碾压你。好了，比赛开始。你就认输吧，洗个月臭袜子。